前辈。哦，是的。哦，不是的，我的老师，其实是老师们，他们是天命的女武神。不是的，不是的。其实他们不认识我，我只是在网上听过他们讲的课。就是苏莎娜与史丹。这个频道经常会邀请曾经的女武神来进行一些知识科普，然后做成视频。虽然每个视频的时长不是很长，但总能让人学到很多。每期视频我都会反复看好多遍，生怕漏掉什么重点。我也是从这个频道了解到天命的，本来以为只是父母就职的普通事业单位而已。听老师们说，在那场灾难还未被终结的时期，天命就一直活跃在对抗崩坏的第一线了。也是靠着女武神们的不懈努力，才有了我们现在安稳的生活。所以，我非常崇拜天命的女武神们。大崩坏结束后，天命又开始着手世界各地的灾后重建，还提供了大量的物资和资金援助。我们在圣方丹找到的镇痛药，老师就在课堂上拿出来做过演示。我课后仔细去查阅过，发现这就是天命向外发放的援助物资之一，所以在圣方丹看到时印象特别深刻。还有，有一位老师去他的某个朋友家做客，为了展示女武神的治疗手法，他用绷带给熟睡的朋友做了个全身包扎，然后给对方喝下有益健康的苦瓜汁饮料。我也用同样的方法帮屋顶的小猫咪治疗过，不过比起苦瓜汁，它好像更喜欢喝牛奶。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，老师们总是能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让我们学到知识，所以我也一直很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。好的，我会的。